老铁定制的恶棍两用复合弓啊，已经到货了。来，让老铁们看看细节啊。首先，让老铁们看一下啊，恶棍正品啊是有这个 logo 的，而且它是一个悬浮球，起到躬身减震的作用啊。咱家配的呢，减震器呢也是马修斯的一个减震器啊，这个减震器效果特别特别牛逼啊。瞄具呢配的是 IQ 的一个七针瞄啊 ，IQ 一个七针瞄。咱们再看一下弓身整个漆面啊，做工，哇操，这漆面做的太漂亮了啊，做的是一个哑光啊，它不会反光啊，非常非常的完美，非常非常的漂亮。还有值得一提的就是咱们家这个弓片底座啊，弓片底座呢是这种弓片底座啊，跟他们的绝对是不一样，这种呢安全特别特别的好啊，起到了更好的一个安全保护。弓片底座，然后延伸出来啊，这还有一个压片啊，非常非常的完美。配的减震器呢是八个啊，每个弓片上两个弓片减震器。咱们家的弓弦呢是纯进口的弓弦啊，能够打一万发，保证你打一万发啊，没问题。再看看咱家轮子的做工啊，轮组的做工啊，非常非常的完美啊，太漂亮了，整个全是哑光的一个红色啊，太漂亮了。看看这些细节啊，而且绝对不会啃副弦啊，看看这些细节，而且调试过程中啊还有很多细节，像这些这个垫片啊，调试的都是严丝合缝的啊，非常非常的漂亮，非常非常的完美，做工非常到位啊。这些没关系啊，这些应该就是闲蜡啊，这都可以擦掉的啊，非常非常的漂亮，太完美了。